概念，希望大家都非常的棒。好哦，哎，好，好，哎，右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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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好，啊，右边，右边，中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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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接下来左边，左边，左边。好的，好，那哎，好好好好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再问大家一下哈，哎，我们美一点，因为里面男生都很失望啊，这三位男性，年轻男性代表。有没有啊？那个花甲有没有勇敢一点？啊，你有没有勇敢了一点在电影里面？是不是？有没有勇敢？有了，他都脱了。啊，都脱了，所以他还勇敢，对不对？对啊。那花明呢？我有啊，我都穿女装了，也是有勇敢一点。哦，所以一个都脱了，所以有勇敢一点；一个穿女装的都有勇敢一点。那请问花明，我的都已经。看了电影就知道了啦，反正花亮，因为我觉得更爱老婆了，因为某种原因，所以更懂得怎么样做人了。哦，这个更懂得对怎么做人。做人是又再生了两个，对，更懂得做人。那花招变多，对，就是跟妻子相处的那个生活上面的那个话，唱个够，话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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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所以这两位男性有没有跟那个算是长辈人对？去学习一下如何做人的这件事情，跟哪一个长辈？跟这位长辈，他是前辈啊，前辈啊，跟前辈讨论一下做人，长要跟长辈，长辈在努啊，对，如何做人？有啦有啦有啦，大家看电影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讲再多，其实都没什么。那里面呢、啊，有一个你载着又载着花甲，去了某一个地方，对，啊，下面人叫你开 turbo。一啊，起来嘛！来，我们讲一下为什么是开 turbo 这那场戏。因为我们每次我们两个一起上戏的话，都很快都会完成。因为我们两个的频率还蛮接近。频率很接近。对，因为开 turbo 就是因为那种南部的飙车的，对啊，都要开 turbo。开 turbo， 我就想说，哦，好啊，那就来设计看看好了。然后我们在骑的时候，因为那个导演就开车嘛。然后导演也知道我们会怎么演，然后我一说，他说开 turbo， 我说好，我假装按人家开 turbo， 然后导演就加速，哇！哎，导演就加速，是不是？对啊，真的加速。哎，你们要不要来那个现场再演一次那个开 turbo 好不好？现场演，现场演一次开 turbo 啦！来啦来啦，开 turbo 三贴啦！对啊，加花亮啊，三贴。我当摩托车，然后我，你要当摩托车，好好好好，你要就是后面有人在追我们，他说。后面没火啊，变啦！啊，改变啦！开 turbo 啊！啊！他们就是无聊的桥段，好蠢，可是很可爱耶，可是非常可爱耶，就是开 turbo 这个感觉，就是自己制造那个风很强的感觉。好，然后你有在震。所以其实可以看到这一群年轻的孩子的部分在里面，其实会为了自己的追求而去做很多的努力。对，那个 turbo 不是乱开，我们还有很讲究那些细节，那个风啊，然后那个风速，对，还有小蚊子打到脸上，对，会那感。而且因为后来其实我已经不太翻白眼了，因为前阵子有那个新闻说太常翻白眼视网膜会剥落。但是在演这场开 turbo 的戏的时候，我想哇，这个一定要来个开那个翻白眼。这个剥落又有新闻点，可以推我们的电影，对对对，对就广动失明前的最后一次演出，大家可以进去看我们的视网膜，当然视网膜冒着剥落的危险，狗翻的白眼，冒着视网膜剥落的危险的白眼的，很翻哎，对不对？一百。差点都飞掉了，到那个直到眼睛都看到小脑了，边边都飘起来，都看到小脑了。哇，看到蛮多的。哎，请问一下，女生们看到这一群男生这样玩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说这一群臭男生，你们到底在干嘛？我们都没有接话，我们都没有接话。我们在后面想说啊，原来开 turbo 会长这样哦，哦，那开 turtle 会长怎样？开 turbo， 哪一种？哎，那男哥。那男哥，你觉得这一群洗水啦，这一群小孩子，这个小屁孩这样子，你在旁边看着他们演出的时候，就是尤其是电影这一关，因为演了很多电影嘛，对不对？看着这一群孩子让玩得那么嗨，对啊，一些男哥很嗨啊，
平常没拍戏都很嗨啊，没拍戏都很嗨。对，所以他们说拍得很辛苦，很怀疑啊，干嘛？当然就很快乐啊。其实基本上是那个导演开了一个 party， 在为期一个半月，叫大家每天大家都很快乐，怎么会很辛苦嘞？不会吧？对对，只是广众是坐着睡、站着睡都睡了。他常常搞这一套，常搞这一套。哎，这里面呢，花甲其实可以看到我们海报，为什么广众用这样的姿势？就是其实好像是他为了要带着大家，然后尤其在预告里面，其实也讲了，不管过去或未来，我们要的是现在，我们看的是现在，我们面对的是现在的部分。有没有大家对2018有没有什么样的期许？那其实这我们是超人片，是超人片，我们是 Marvel 系列，我们是 Marvel 系列超人片。哎，有没有对2018有什么样的一个期许啊，南哥？先预祝这部电影大卖了哈。有大卖才有接下来的戏。哦，要大卖，对不对？为自己好了，为大家好了。哎，那要不要请那要不要请跟大家拜个早年，然后叫大家进电影院看？好，那恭祝各位过年行大运，新年快乐！好，太对对对对对，太神看，爱夸。哎，我们是不是请南哥呢，帮我们那个送一下那个观众那个海报，好不好？我们今天送的海报是刚刚我们在楼下真的是大家亲眼看到了。那广众人，你要回应一下，我们你想当个大人还是永远是个小孩？你想当大人还是小孩？泥鳅。因为你特别大啊，没大黑哦。我阿叔呢？我阿叔哪会大？他要做一个翻滚的泥鳅。如果我回他很烂的，你要做什么泥鳅啦？你最多是蝌蚪好不好？还泥鳅嘞？我真是帮你一把把屎把尿上来的。国民姑姑说你适合做蝌蚪，不适合做泥鳅。那我们接下来要不要阿妈第三节啦？145，145跟第二，对，答对了。答对了，答对了，而且他144.7。接下来这边啦，好演一点哦，错了，我现在说这是个红番片，太厉害！哎，大屏广告听到，不要讲什么色什么东西的，好好讲。投资向哪一个方向？投资？我们不投资哦，我们现在呢，请一个工作人员用币的，用币的好了啦，来啊，我们到，那我很想要丢丢看，好，那你丢一丢了，不能丢货。在岸边，岸边，破纪录！你要裸奔哦！哪一个方向？你要裸奔哦！好的。哎，那我放明年要选里长哦，请大家多多支持。阿爸选里长要支持一下哦，阿拉花莲的。动算！阿爸被出来选里长吧？被出来选里长吧？买了，他现在嘎西都来不及了，不能选里长啊。他每天都可以有狗屎运，好运旺旺来，好运旺旺来。那雅婷呢？祝大家身体健康，狗年领养代替购买。哦，领养代替购买，很棒吧？你看人家都有你狗屎运，人家是领养代替购买呢。那我再讲一个嘛，那个好了，我想不到。好，来来。把我们的海报送出去好不好？好，我台湾丢的是你们可以丢，你们也可以走下去近一点的丢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丢，我丢。那你要选人也可以。好，来，叫我。好，那你下来。哎呦，十全十美的。是的，十全十美，然后都狗年行大运了。好，耶！希望如果在狗年，你们是业他还是业我？海报上有看到姑姑怀孕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如果在新的一年问我想要当大人还是当小孩，我比较想生小孩。希望新的一年在狗年，如果想生小孩的朋友都能够像狗一样一次就生一窝，好不好？太酷了！哦，一次狗一次生六胞胎，好，谢谢。有没有人要